你远程给他看看。喂，镇静，七星科大也有，给你的好像七星科的吧，牌子，牌子叫圣科泰，对，我不知道啥字。我不知道他字怎么写了，反正比较复杂吧哈。到时候我一会儿给你查查，一会儿给你查查，你发个。咋了？我跟他说了，他驱动器，你驱动器那个调那个半什么那个动一下嘛。还行吧，我的售后的小伙交给他了。没事，他有我微信，有问题再给我发微信。行，我们仨字给你。没事，我一会儿看看效果。咱注重的不是过程，而是结果。我这不够黑，主要是还有那什么呢，反应全了就好了，别打太少，这样给他拍个视频他能看得到吗？你们可以把声音去了是吧？没事，但是拍这样他看不清啊，光线不好，我要非要给你打个灯啊。不是光线灯，感觉胶对不上是吧？对，因为它有光闪的这个东西。没事，有视频的会让他拍点照片。主要是照片，到最后头，先拿叫他看，远一点，叫他看怎么回事行。这是那个谁？这是那个寄过来的样品的吗？小翠的。哎，寄过来的是不是应该是 Jennifer 的吗？小翠的。哦。走。喂。可以，还行。流水线一般情况下，你要最快的话也就一两百吧。打线仅限于线，一两百的速度，每分钟。一两百米啊！你以为是啥毫米啊？那毫米不是老牛吗？那没问题，小圆就是吧？那应该没问题，估计能到一两百米吗？它是切下来还是达标啊？
切啊，切下来速度快不了，估计。不是我说切吗？需要切下来吗？哦，那估计行，那没问题，那问题不，多长时间？我先回去还是等着？等着吧。你打老长时间，我感觉黑吗？那跟我是吧？你吹吹上面的灰。好，我可以。再来一个，今天晚上接了给我，立马接。你接啥？你又不用去吃，你有媳妇儿有啥的？是不是啊？是你有媳妇儿吧？我有媳妇儿。媳妇儿，你也可以去吃，带媳妇儿去。去哪呀？就在门口。这个门口，哪一家？你经常吃饭呢，或者我就是订。你订好了？统计好人了吗？你看你上哪去得问好人，方便吧？就在这门口，你看去哪？统计好人了吗？多少人？回馆。啊。回馆。我叫他提前买。回馆二楼。对呀、啊。多少人啊？你这边多少人啊？打开那个软件，然后六七个。统计好，水饺又不是菜。一人一份水饺。啊，对，吃不好啊，不能运一份，运一个也是吃一点。一份水饺，然后一人几瓶啤酒啊。行，没问题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酒没问题。不是，打完之后你把药品拿走就行了，别放在我这儿。我现在就知道多少人了。你现在统计去的人数有多少个？要去。对，得去的。你不去的话，是不是五点半下班就去啊？嗯。行，今天可以。啊、哦，今天把提前把工作都做完。哎，工作现在都做完了。行。太厉害了。还是这样。那你那啥？但是现在不需要那么难吃，我不喜欢他里面。前几天，就上回我还是来了，然后我。这个视频比较慢。他姑姑说。但是给客户看的话就傻了吧？你可以截裁剪视频是吧？把不清楚的抬一点，再走一走，再走一点就行了，是吧？嗯。啊，那也行，你有这个水平就行了，我又不能给你弄了。吃个水饺再走吧，这不剩动哥盛情难却。哎，你去死！哎，爷爷那会儿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大伯带走啊！吹一下，上面灰灰。慢点，别吹动那个铝板，风跑了吧。挥发量没有那么大。行，我们家里有几个人都去，基本上都去，没有不去的，就唐大姐不去，全都不去。全都别去，弄死他不去。你敢说他去？嗯，你说他不去，我弄死他。绝对不去，他说了半天。你哥说不去，弄死他。要不他不去。今天从上宿舍怎么能弄死？啊？你啊？肯定去，算了算了，肯定去。那个二次一块去。能不能？哎，我得坐飞站到七点走。没事，吃完饭，吃完饭来。飞站什么七？吃完饭再来。嗯，再吃饭。哎呀，在这干活不像在家里面，有你老妈给包的水饺。你回家吃。哦、天哪！回家吃饭。是不是吃什么馅的问题？不是，你不用。我不动你，是不是吃什么馅的成绩、啊？反正有吃素的吗？吃素肯定不吃肉。我知道，只把素的统计了，肉的就无所谓了。素的来韭菜鸡蛋，还三鲜海鲜的，湾仔码头，一人一斤。我娘，一人一斤。他老板能下锅，都念过的。啊，做不出来。湾仔码头这一斤算得吃多少钱呢？你看这人，差不多可以吃个数百块钱，那不是。哎呀，这是对的，因为一小袋儿二十个，一人吃一袋儿。那上一块儿。一斤水饺，一斤，你吃一个，我也吃一斤一块。大概吃吧，大概够三个人吃，小袋一个人。
是，他到那。你回家就行了。我靠，随便弄一下。你洗不掉这是怎么抢？我洗不掉，我带走啊。我不给老板娘走这个。打过去，快赶紧出来！你进那个照，进那个小白脸，进他照里面。操你说啥了你现在？你看老板娘。这现在啥你都吃。有回家的关系。别那模糊了，你看光又模糊了。十字花，给你可是你照一下。不是。你怎么不回家去？你媳妇在家呢。哎呀，我为了不是你们吗？我回家不回家呢？你为了我们还叫我走干嘛？你说你。你有媳妇儿，你说。你有媳妇儿，我有媳妇儿，你为什么你不回家呀？你为了我们是吧？我也为了你。我为了宿舍的小伙子。我也住宿舍，在家。今天那意思，咱们回有家的回家呗，不是了。对，有家的你可以回家吃，你没必要在这吃啊。哦。不是没必要，你媳妇愿意也行，我也没意见。你主要是死舍那小孩，你就你们嘛，家又回不去，上哪吃啊？哦，上那家吃。你去死我家住，我开那些人。对呀，我一会儿同事一会儿都，集体的都上都没让人一起去。快去干活，你俩在这刺挠我，你就是吹你呢。我刚干完了，没活了，干个粑粑呀？你干，天天这活弄得不够干了，老家来熊你是吧？熊还没熊你这回算是。熊我干啥事？这回没你事，没熊你。找不着弄的设备没事干，把你们设备弄完了。昨天把设备弄干净，全从里外里外全擦干净了设备。骆驼头啊，没用都扔了。全扔了。昨天没事在这光打扫卫生了。你看那冰箱里边一点灰尘都没有。嗯，屁，给我舔一下。还没灰尘呢。昨天真打扫了，那个身上你看旧的。你看你听后边那个洗的，那个徐玉刚。我一会儿咱俩都给你弄完。今天晚上在这打扫卫生打扫了一点，多少钱？我们年底就这样过去了，我考虑了，因为他外包来不了，整个河北的咱们也全部停电，想办法弄呢，全部停电，来不了外包装个屁啊！我现在想办法弄了。啊，他这个反正停电了，是因为停电接的活，没有来上班。停电了。哦。全部出了事了，制造业全部。你录了，早该录了。雾霾太严重，整理不当，谁整理不当干谁。现在是北京捣鼓了，那没辙。谁贪治理谁不行啊？贪，这比贪更严重，知道吧？贪，你弄不死别人。对呀。这个雾霾，你弄死别人了。没这无处可躲。对呀。他能不能别照啊？你刚慌，你们看。这里。以后我看你们代办了，你娘们儿的。我们的目的把你弄个半死。哎，对对。说公益不行，这不行那不行，我就不信没有不行的地方。对，公益行了，这个呀。对，公益行了，你们再卖不了设备就怨你们自己。这公益也有我的一部分功劳。是。是。就大老院装这设备嘎嘎的。天天在这公益里面。给种干，给种地，我给打扫卫生。嗯。这收拾收拾这，收拾收拾那，天天的，这小活都交给我干了，还又干点技术活，到最后吧，我现在缺点技术呢，有时候还爱答不理他，嗯，请我吃一点吧，还不让我吃今天，要脸点行吗？做个牌子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话，客户不得疯了。慢工出细活，对你们这太不要脸了，外贸了，为了一个图表，大老远的跑来这么些人，干点别的不行？我想干别的呀。谁卖这个来了？张娜是吧？
我们每天都要过来一个人。录上了，这都录上了，声音都录上了。啊，录上了才有人听见的。我们每天都要过来一个人啊。必须监督你们生产这边看怎么样，回去报告一下。越监督越干不好。今天监督工艺部哈，明天先监督打包部，后天监督这个切割部。你丑不要脸的，把你安排的这么靠后，首先监督你知道。你监督完了以后，那边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早定也来不了吗？早完了来的。早定了，你们不用这样的，你抽抽人吗？没有电机，没有驱动。这些东西不是标准的吗？电机驱动。来不来？为什么人家断货了，人家货也怎样？就断今天的货，剩下都不管。对，这就这得找财务部了，你给销售部，那不是售那个那个采购部。咱不知道今天的拿钱买的，今天的钱赚不赚？是不是？今天钱不干净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买不来东西。今天的钱也是堂堂正正的，是吧？人民币。我就不信这个开发商不，这个供应商不要咱的钱。打过来就挣回来。对呀、啊。客户都走了。嗯。还是没来了。走了。怎么样？看了一眼，哎，还可以带膜切割，哎。哎呦我操！就这点要求啊，还可以带膜切割。人家为了怕就是怕啰嗦，每次切割。别忘了把那个本弄了弄了，咱弄了。他想要，跟他意思想要，就是交上厂里。对呀、啊。可以。他自动交上厂里了，放下。那钱就搞那台。还能带吗？他这个客户吗？嗯，走了。不是说叫什么部长？谁来了？部长吗？他俩。大学来了。嗯。走了。嗯。OK。业务部这边出车间了。啊，行行，没意见就行了，没意见行。做个硬盘。对，以后业务员他们在弄的时候，我一会儿给业务说，走的话不拍视频了，就抓紧说走了，你别一拍定跑了，还在等着你，一等半小时下去了，一会儿来一句，啊，我们早就走，该干嘛干嘛。不要不用了，就抓紧说，还得赶别人。还得五分钟，还五分钟哪有啊？一会儿。咦？我可以动吗？可以动，为什么不能动？拍完一个完整的视频。动。